3,310元。你有一次买又唔带钱啊，借啲嘢。我唔记得付 review 啲钱。唔使再解释 review 啲钱啊。我要同大家介绍喺呢一度啊。对唔住，呢个开头有啲奇怪，因为已经买紧酒。但因为我饮下饮下，觉得我真系好值得介绍呢个地方。收埋我啲钱，其他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 Cam。 今天我們就來了這個飛陀高山一條街，這裡就有很多酒賣的，這裡看看全部都是酒，只要呢你付錢呢買了這個杯仔350日圓，跟住你就可以在這裡試飲啲酒，每款只可以試一次嘅啫。跟住咧，佢已經有曬呢一度最暢銷嘅頭幾名，呢個第一名、第二名。咦，冇第二名先嘅？第二名啦。哦，真係飲醉咗。呢個第一名啦，呢個第二名啦，呢個就係第三名啦。跟住咧，你就可以試飲啦。試飲完之後，你就可以喺度買酒。而我哋剛才咧試咗好幾支，好幾支添，我哋試咗。我已經有啲暈暈地啦。但我飲酒是你不會見到我飲了個樣子，因為我飲完酒都是不紅的，我個人我同我一樣，本人一樣不紅的，完全紅的。帶你參觀一下四周，四周四周紫菜 Cheers Cheers。 我買了這一支，因為這一支清一點，還有這一支也很好喝，我覺得他就買了這一支，這個也香，但是這個清一點，這個呢會就是佢咁样啦，佢就系咁样啦，跟住斟酒之后咧就可以试饮，跟住呢一支咧就吞少少嘅，但我觉得都算清噶啦。呢一支咧我哋头先试咗超级无敌近啦，我哋连一杯仔都饮唔到，好似火酒咁。跟住我哋咧已经喺度逗留咗好耐啦，呢度咧都有其他嘅饮品卖，咁佢咧好好啊，佢有大 size 嘅酒啦，同埋细 size 啲嘅酒，720ml 同埋180ml 嘅酒。啊，1800ml 嘅，我唔可以太大動作嘅。佢唔係扮醉，我唔係企攤，因為我哋而家11:00啊，而家11:30。起身未食嘢，即刻嚟試酒。我哋一起身去嗰個超和館度玩。哇！全部追住我啊，芝芝。好啦。但系头先试食咗两个芝士蛋糕，都系有酒嗰个芝士蛋糕，跟住然后就已经系咁饮呢啲沟晒酒咁样。跟住佢呢度好好啊，你可以咧饮完之后洗一洗个杯，跟住再去饮第二个，可以清一清个鼻子，你唔使惊啲鼻沟晒。同埋呢个水系饮用水嚟嘅，你可以饮，非常好。呢个蓝色。头先好多人，因为有个香港团。這個蛋糕很好吃，但大家一來的時候首先要試了這個蛋糕先，因為這個蛋糕是有少少酒香的芝士蛋糕，但如果你喝完酒之後再試，你就吃不到它本身芝士蛋糕有酒香的味道，因為它我想說什麼今日飲咗酒之後就試唔到個酒味啊！係啊，因為飲咗酒之後咧，你就會完全食唔到佢本身有酒味，你就以為佢一個好廢嘅芝士蛋糕，但係佢根本一啲都唔廢。呢個幾多人試？嗱，呢一個咧五個裝咧就係860嘅，呢個10個裝咧就係1500嘅，但係好快到期啊！基本上佢淨可以保存到半個月咯。咁樣食唔到個酒味啊！我試俾大家睇嘅啫，但大家記得入嚟之前首先要試過，所以係啊，佢成日借啲示範跟住試一嚿，人哋寫得明，一人就試一嚿。咦，係喎 ，sorry， 唔好意思，小朋友呆咗。你仲添？你仲添？呢個係打算添？仲添？同埋留喺度添？其实而家系整紧一个活动啦，就可以去买到大啲啲嘅酒杯，你就可以俾3000日圓咧去买咗呢一石嘢。跟住下边咧呢条街咧，其实有好多呢啲酒庄啦，你可以买好多酒啦，同埋佢都系可以试饮啦。然之后佢哋咧每饮完一只酒咧，佢哋都会去吸引。佢贴咗呢一个标志喺度，即系话俾你听，佢系有呢一个活动，你会送一个 tote bag 啦，一个酒杯啦，连一个盒啦，同埋呢一张嘢。你每饮一只酒咧，你饮呢只酒，咁我就可以吸个人，你可以吸引。
叫個店員幫你吸引。你而家最核突係呢一個，咁就可以周圍試。個袋好靚咯，我就覺得。有冇倒轉嚟飲呀？呢個唔夠大力啊。OK。就咧，你試咗呢只啦，已經。即係佢第一款咧，就係試佢呢間鋪頭嘅 number one 啦，就係吸引你咁。因為佢每間鋪頭都會有一個小酒喺嗰度，你飲完呢一杯咧，就可以喺佢嗰度咁多個入邊再揀多一杯去試。哦，就算買呢杯都係四兩款嘅啫。點啊？點解？第一下甜不甜啊？香不香？香，少甜。有冇酒味？有，所有嘢都好巴黎。哦 ，OK， 好暖啊呢個位，吹啲暖風俾我。我唔知道日本究竟係出產幾多嘅酒，但係真係每一間都唔同。我呢一間就係因為呢個同呢個好飲。真係太重要關係，所以我緊急去咗食個 lunch 先，戰一戰個位置。我哋就嚟咗呢一家，事前咧已經係 research 咗先嚟嘅，想食鶴鴨。呢間係比較老字號嘅，佢而家就係閂鋪，所以咧係冇人嘅。今星期日咯。Hi， 試下先。影埋你，同佢講大。哎，佢嘅牛肉。牛油是啊，牛油總之牛油搽曬佢成個鑊面。So this one is like 佢乾入邊啲油。哦，好乾油啊！呢個係。誒，胡蘿蔔。胡蘿蔔。誒，洋葱。洋葱，哇，好叻啊！係啊，胡蘿蔔。喂，皇帝菜。皇帝菜。皇帝菜，皇帝菜。哦。我以為佢講唔到皇帝菜咯。哇，呢個係鶴葉燒啊！Sorry. OK. 呢個先係我哋嘅重點啊！其實我最，因為呢度飛陀山先可以食到呢個鶴葉燒，壽喜燒就其實都周圍都食得嘅。拜拜。跟住呢個咧，佢哋主張撈埋一齊就食得噶啦。呢個好正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清晒。